其实刹车灯没亮，被警方拦下，味道唔对哦。这两个警察，我被国民党在关了。哎，今麦两只人，你过来，你今麦是家找家己麻烦，敢唔是？年近半百的男子汉一言不合就爆哭，警方有够傻眼，只好安慰两句。我知啦，啊，这不是。是不是安尼讲？比较冷静一点啦。七号晚间九点多，高雄市三民区的中华三路上，一名49岁的郑姓男子早上工作时喝了含酒精的提神饮品，不过酒还没退，下班照样骑车回家，见酒精感知器亮红灯，竟然失控哭喊，要远警放他一马。不过酒测值超标，加上无照，两条通通要召开，又哭又闹也没用。台中有一名女骑士也犯了同样的错。还是你要我怎么样？没有，我不会要你怎么样了。起来，不要这样子。失恋在家喝闷酒，却又骑车出门，明知故犯被逮住，女骑士吓得求饶。我不是神啊，我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人，你不需要这样子，不要让我酒驾，好不好？不要让我酒驾是你，不是我让你。把远景当神一样，又跪又拜。五号凌晨一点多，台风夜当晚，30岁的谢谢女骑士骑在台中市东兴路三段，左摇右晃，远景将她拦下，果然一测酒测值1.16超标。女子失恋，在家喝几杯威士忌，即便她双手合十恳切求情，但违规酒驾已成事实，终究得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TVBS 新闻徐克成，高雄、台中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